我昨天的扎染掉了一天，看是长现在长怎样。应该干了吧，掉了一晚。你看，有个月亮出来了。好难猜，它是。早安，我们今天要去离开这个漂亮的客栈，我们要去丽江了。现在8点钟，我们9点钟的火车去丽江。本来想要睡晚一点，可是9点之后那班车就是5点，所以我没办法，一定要一大早。赶得要命，我现在就搭到火车，然后好像要搭3个小时才会到。是很传统的车子。最后一个车厢，所以走超远，因为是最后一个车，最后一卡车，所以好远啊，要走。刚刚放好行李之后，我们现在去找吃的，是吃过桥米线。他们两个笑多爽啊！他们两个在笑我，笑死了。里面蛮方便的。我香港。对啊，很方便啊。好可爱啊！好大这个哦。刚刚民宿那个客栈那个介绍我们吃这个，我们试看看。他说这里很正宗。这里阿赖的盖耶。是云南的土鸡米线，它是它有点怪，味道很好喝。那，为什么我感觉干？我觉得我炸鸡想吃那个超。拿个那个鸡蛋吃一下，好不好？小宝贝。一只鸡，老狗哦，广东话，饺子鸡，下面俾你食啊，好安静哦，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街是内街还是怎样，好安静哦。我们家这边没人，大家都去一日游了吗？有黄茶，到处都是黄茶。大家去旅游还是去哪里啊？不见了，没人。躺在那小山坡，静静地听你诉说你幸福的往事。带着你的回来，我的小宝。那这个应该是你赌中了，里面戳开来应该就是那些翡翠。如果你拿上手，它是名贵，你就赢了。哦，好好玩哦！这个它如果透的话，就是它是翡翠，是这个是透的，所以翡翠。它不透的呢？不透的不透的，这个是、这个是石头，不透的，这不是。这明明就有透。没有透啊！你看，安进去有透吗？哪里有透？它的透是一个绿跟一个白的啦。这里有透吗？这里没有透。它就是分光的啦。对啊，没有，你看。这套镜安进去就是有透啊，就有透光啊，这里懂吗？我想玩什么意思？期待着你的回忆。
看你多像你呀、啊，屁耶、欸，还有个大屌。你要说真的？嗨，兔仔。兔仔。啊，好犀利啊佢。这是他们传统的结婚的吧？就是豆浆，好辣，看起来好吃吗？怎样才是里面包豆浆？好像没味道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好味道，手不流血，好吃哎，这好吃哎，这豆腐好吃哎。哎，你给，好吧，我知道两个勺子，还有一个吧，一个还是两个？够了哈。够了，鸡汤菌汤好喝，这个重口味，好吃哎，正常，这样，喂，这是羊肉串，嗯。你的眼睛在那嘴在看着的。那我输了。我先我答应我就不我不要。居然喂。吃了一点点东西，好贵啊！这边东西很贵，我们点一份豆腐20块，20块人民币等于100块台币，100块台币是一个豆腐，豆花也15块人民币，豆花15块人民币是什么概念？一块100块一个台币一个豆花，好可怕，贵死了，真的很贵。我们终于走到来。这是丽江古城的正街了，我刚刚在偏街，就是旁边一点，然后现在真的是主街了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哎，这边看着好多人哦。太赞了，很喜欢这里。漂亮，我要寻找沙发，不去躲起来。我的小宝贝，期待着你的拥抱，我的小宝贝。来个 wave， 这个很不搭，很不搭。你要跳什么？我想学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好好玩哦。为什么？觉得这个好好玩哦。对啊，对啊。溜到我妈不见了，不知道去哪了。快帮忙看一下我妈在哪里！我的妈呀，我的妈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
溜妈溜到不见了，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，你哪里呀？好了，转了360度都没看到我妈，算了，不找了。耶，找回来了，我妈在那边。哦，我的米饭班主找回来了，太感动了。耶、yeah, ，不用饿肚子了。我们回去了，好累啊。其实我不累，只是我妈手机没电，我们要回去。回到客栈，顺便拍一下客栈的样子。不是这家客栈不好，是昨天的太好，然后现在有对比，就觉得这家还好。然后看一下，我就是被他这个沙滩椅吸引了我，住这家其实蛮漂亮的，风景天气很好。这有一个阳台，这里看下去，我们是住这里里面进去的房间，下去看一下。这里有一只很大的狗，它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Hello， 嗨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嘿，好可爱。这里真的其实是昨天太好，我再进去。进去了，就两个床，马桶没了。好小啊，这个房间很小。6点钟准备出去找吃的，看看这边附近有什么吃的。本来想要点美团拿得出来，可是我妈说美团送来的都是地沟油，不卫生，要出来吃。走这里吗？可以过去吗？去坐哪里？是坐这个吗？这是火锅哎，楼上是炒菜。上面还有吗？没有。我有点想要跑走一下。这个很可能。嗯。这个不也一样吗？是啊，这个很好的。什么东西来着？听不到。好大条鱼哦！什么鱼？我妈怎么吃啊？那它又叫什么鱼？吃完晚餐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。明天应该去玉龙雪山。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现在马上订阅，不要错过我在丽江的 vlog， 还有之后的影片。拜拜。